好，拿起毛笔，跟着小琴学画画。我们先把这个重心画到一只腿上了，这个要记得画出来啊。头，然后它的翅膀，正八字，然后小尾，倒八字，淡墨，胸腹部。画个半圆，胸腹部画个半圆，从这个翅膀角上往后坐，然后再来一些这个腿，大腿直接画出来，小腿和头、嘴，小腿和嘴。这个嘴巴可以张着，然后他的腿给他拉起来，腿注意重心啊，腿注意重心，这个呢，它是让它蜷起来的，啊，让它蜷起来。然后翅膀尖给它画一下，这个小鸡的这个重心我画一下啊，大家看得清楚一点。我用朱砂呢，给它把它表示出来。这个重心呢是落在这个腿上的，一只腿上了。是落在这个单腿上的这个重心规律。好，大家学会了吗？